霸王龙，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什么叫霸王龙？把所有东西全消掉，我的进化点有300多。先换皮，霸王龙的皮是应该是这个颜色吧？霸王龙什么样颜色比较像？这个颜色比较像霸王龙。好，看好了啊！啊，身体没有什么反不反的，都一样的，怎么做都一样。记住啊，霸王龙啊，霸王龙。OK。啊，霸王龙，霸王龙。你们现在不要这个取笑我啊，现在这个现在不像啊，慢慢的就像了。霸王龙嘛，好，嗯，要慌，霸王龙爪，那这个爪子是，那这个爪子不能剪小吗？不能剪短吗？怎么？我记得好像可以剪短呢。短爪。哎，对，这是霸王龙。等一下，别急啊。嗯，这样可以了。
霸王龙嘛。好，然后脚。霸王龙角，好 ，OK， 哎，三个不对吧？不是这个吧？这鸭子嘛，这鸭爪，三个爪，鸭爪，这不鸭爪吗？那更不对了。我还有253点进化点，253点进化点，霸王龙尾巴，尾巴好搞。尾巴好弄，等一下我看看啊，尾巴是这个放在，没有吸管，我操，有吸管就好了，吸管没有了。看一下啊，霸王龙，嘴巴，别慌，这个手也不对啊，这个手没弄。哦，手爪。霸王龙，霸王龙，很快就做出来了啊！我再想一想，霸王龙是吧？
哎呀，还有38，嗯。好，霸王龙，我操，无敌，终于做出来了，我操，10分钟啊，花了老子，怎么样？霸王龙，哇、哦，无敌啊！嗯，霸王龙。进攻性极强，等会我随便打一个人，我的妈，直接一巴掌拍死，直接一巴掌拍死，我跟你说，哇，我这霸王龙就不得了啊，我这霸王龙真的不得了，咚。抓，冲锋，撕咬，这是攻击，这是社交，攻击跟社交，我的霸王龙真的很牛逼啊，真的很牛逼，变大了，哇，霸王龙，看我移速。看到没有？这一束看到没？谁敢不服？号令天下，谁敢不服？来社交一下，再攒点进化点，进化点越多，这个道具就可以加的越多，就更强。他这个嘴巴可以，他这个嘴巴可以加一个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嘴巴加起来像霸王龙了，是吧？他这个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唱歌。好了，社交完了之后再杀大全家，把他们全杀了。他们这个嘴我要。你的脊梁骨放错位置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哇，霸王龙的怒吼！哎呀，这杀不了还，试一下威力吧，试一下威力啊，加速。哎，你看这有些装逼犯，我来干一下。冲锋，这个很厉害，一回二，我操，我被打晕了，快跑，快死了，他没追我啊，没事啊，我们吃个果子继续。果子吃一下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去带小弟啊，把家里的小弟全部带过来，你们干他们，操，欠操，这么欠操的啊。看家里，我家里搬家了吗？没搬家啊，带个小弟出来。哦，对，带个小弟出来。
哎，过来，哎，二打一，我操，过去把他们全灭了。小逼东西，摇人，算先带一个小弟吧，先带一个小弟行吗？啊，这两个都跟着我，这个是宝宝是吧？小宝宝，我九滴血，垃圾的要死。我前面这个跑得很快啊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，这个，好帅啊你！他们这个龙翅膀进化，哎，我又进化了，无敌呀、啊！太屌了！哎，这个他妈屌，一 v 二，还获得一个角。他们在看，哎，进化点获得了很多。他们在看，他们跟他们社交一下吧。三十二滴血估计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就社交。好像社交不成功啊！啊，不行，社交不成功，我操！那算了，没有关系，社交技能太低。哇，这些都好狠啊！这些，哎，有个落单的，找一下。做单的搞一下，搞死一个，这话有149，老子这个空打不过你啊，小弟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操，快溜，先把队友卖了，先把队友卖了，快跑，进化点160了，准备等会加点东西。这些都好狠呐、啊！挖一下骨头，把队友死了，把队友死了，快点！别追我，别追我！快溜，快溜，快溜！哇，这些狗逼他妈的都是30多滴血的，小飞象。这个零件你们不打我吧，这个零件啊，哎，那边房子，回家回波血，颈椎放错位置了，哎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接下来我再改装一下无敌，哇，身上旁边好多龙骨，这骨头都捡一下，我的妈，都有 DNA 啊！我的妈，这不是无所谓吗？捡点骨头，搞一个。嗯，交配，来，交配，185的进化点，来跟他交配，最大的这个。哇，那后面那个嘴巴很吓人呢、啊，那个嘴巴不错啊。要是我有他零件就好了，没他零件了。